像我是那个宝宝是我的第一胎，我知道第一次当妈妈都很紧张，一开始就我一个人，我还不会帮小朋友洗澡。高雄市政府有提供免费48小时的坐月子到的服务，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坐月子到宅服务员。高雄市民要尽量的去应用它，在家里也能轻松的坐月子。